我昨天晚上不是一个人在喝酒吗？我怎么跑碧螺床了呢？什么东西啊？哎呦，好冷啊！裤子呢？哎呦，他会，醒了，不是小月月，你怎么进来的呀？他怎么说啊？又不是小时候没见过。不是，你先出去行不行？我穿裤子啊！你怎么过来了呀？小静静，干是嘛？你喊我过来的吗？啊，别，昨晚你这么上，近干嘛？你不是挺厉害的吗？还好吧？好啦，不逗你了。昨晚干嘛？上喝那么多酒，难受吧？又哎，香碧螺碧螺的叫。你，行了，既然你好了，那我就走了啊。哎，那我送，不，我穿完裤子我送你啊。什么？好了，别看了，快回去洗了吧。啊，好，知道了。行了，我走了，你快回去吧，别生不是，我说了我送你啊！你看又下我。雨，你瘸了一路。真没事儿，你快回不去是，吧。哎呀，我真不是送你吗？对了，廖静，啊？昨天是小雨叫我来的。啊？你怎么不过是来你了？跟哥哥分什么手啊？你不知道他什么样的人吗？啊，你说分手就分手，你怎么跟那个廖多多一样啊？你爱怎么想怎么想，行吧？我怎么想啊？见不了公司。他来呗，又不是我公司的人。你这个人，行吧，算我看错了，行吧？啊，你爱怎么样怎么样，不管了。廖哥在，廖姐，廖哥在哪？他回家搞什么海鲜去了？不知道。辞职？你让他找我办离职吧？好吧，我先挂了。进。交辞职报告是吧？放那儿吧。不是我，把这个还给你。拿着吧，你不是说和我在一起很累吗？当做精神损失费是吧？不用了。不要是吧？那既然你不要，我留着也没用啊，丢了吧。如果云层是天空的一封信，行了，你没事儿先走了，我还忙。听你的声音。哎，大总，我找了半天戒指都没找到啊！那你去加人，再加10个人一起找，行不行？试试吧。哎，季总，你跟他们讲，谁找到了，年终奖翻倍，而且升职。好，我去。去啊，对，声音小点，不要悄悄的啊。好，大总。你问我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也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干嘛呀？干嘛？我要去丢掉啊！要丢掉是吧？不知名的给我吧，地我帮你们丢。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哇，一生太短，一生好长。我们哭着醒来，又哭着遗忘。走吧。幸好啊，你的东西手都带完了是吧？曾落在那我我肩就不送了啊。就像空中漂浮的渺小的某个尘土。他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不肯停住？行了嘛，你又进不去，你看啥呀？你说你把我这么远拉过来，你图啥？嗯？我就想进去看看嘛。以前我也跟他们一样，一个人在操场上跑，身边全是小情侣，多羡慕。有什么羡慕的呀？你自己当时找一个呗，啊，是没找到对吧？是不是？走啊走啊，去吃东西了，你快吃啊！啊好久没有去学校门口，想念了，特别想念了。你是不是找这个？谢谢啊。还是以前好啊，能吃能睡的，就是没谈过恋爱。上学谈恋爱是不对的，但是没谈过也确实挺可惜的。为啥？因为以前的感情很纯粹，你只要会打点篮球，会唱一点歌，那就会有特别多人喜欢，你知道吧？那现在呢？老板，这里加个煎蛋。现在，
不会有人在因为这些事情再喜欢上你，更多的在乎的都是物质吧。没想到你也能说出这么深奥的话来。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我说不出来？以前这边每天早上全都是谈恋爱的小情侣，也就只有你们几个呀，在那边角落里面。一碗小面，一个煎蛋的在那里赶作业。不是，你怎么知道呀？啊，不是，你赶作业的时候都不看看作业是谁的吗？我以为你说的没有错，确实没有人会突然喜欢上你，只是你不知道吧。在我遇见你以前，老板这里加个煎蛋。我以为你说的没有错，确实没有人会突然喜欢上你，只是你不知道吧。小月，怎么了？我就不送你了，我就先回去了。好吧。拜拜。那路上小心。我明天自己吃东西吧。我明天有事情，不好意思啊。那我们下期见吧。好，拜拜。妖精，我们聊一聊。我和你有什么好聊的呀？对呀，怎么了？关你屁事呀！是不关我的事，但你们想过无语呀？你好像忘了，她现在不是我女朋友，所以这几天就找了其他女人是吧？怎么了？是因为我放下她放得太快，让你们有成就感是吧？我一直喜欢的都是你。你在说什么呀？我不想再演下去了。我一直喜欢的是你。你在说什么呀？我不懂。你在说什么呀？你说清楚啊！妖精，你他是个傻，知道吗？什么叫演不下去？我一直喜欢的都是你，我只是在配合他演戏而已。你在无语之前怎么过的嘛？吃饭吃不下，睡觉睡不着，睡觉要靠吃药啊！我不晓得能和你在一起，知道我和其他女人在一起的时候，我过得怎么样？不是，从未想过。离开过，爱带你我走很久，幸好你在左右，陪我从无到有。爱该不该再等候？雨罗，你听我讲，你是不是在骗我啊？一直，你是不是一直在骗我？他都跟我讲了，你有什么苦衷，你跟我讲呀，你跟我说呀。放开啊！我不放，我跟你讲，我已经放过两次了，我不放。你像天外来物一样求之不得。我去给你煮点粥啊。想你，因为公园的每个角落里都有你我的身影，当城市融进了夜色里，想你想你想你。哎，喂，你怎么过来？给你们俩买点粥。啊，谢谢。那我先走了。哎，对了，就是想问一下，你知道吴宇为什么和我分手吗？昨天他一直没有说。你知道他为什么一直不跟你讲吗？因为他不想再因为他的原因让你和你爸吵架。我爸什么意思？知道你爸都做了些什么吗？吴宇爸爸濒危需要专家做手术的时候，你爸爸居然还以此来要挟他，这就是你爸。好，这是一道吧。哎，比如干嘛呀？我给你熬了点粥，你起来喝呗，正好。
我回去干嘛呀？你不是要上班吗？哦，那粥你趁热喝吧。你先回去吧。啊？哎，对了，我晚上约你吃饭吧。就像空中漂浮的渺小的某个尘土。事情是这样的，昨天终于知道了碧罗和我分手的原因，但我还没来得及确认他就让我离开，所以今天我必须来问清楚。哎呀，你终于开门了碧罗。你开门有用吗？我要什么？什么钥匙啊？我没有看到呀。哎，我真没有看到。我昨天放在茶几上的。我没拿。快点还我。啊，给你，碧罗，你昨天你说你没时间，今天呢，一起吃个饭呗，有时间吧？我现在要去医院给我爸送饭吃。那我也跟着去看一下叔叔呗。不用了。不是，碧罗，你到底想怎么样嘛？啊？亮静，我现在因为我爸的事情已经忙不过来了。不是，我不需要你忙呀，对不对？啊？那你爸知道我跟你又在一起了，我爸的医生可能会被撤掉，你知不知道啊？碧罗，我送你过去吧，这边不太好打车，走吧。谢谢。啊，不用不用。啊，你去帮我查一下吴宇爸爸的主治医生是谁，尽快给我消息，好吧？嗯，好的，那我住手。嗯，好，去吧。那、啊。啊，谢谢啊！啊，哎呀，这是吴宇爸爸的主治医生，我想看一下是谁。看看他干嘛？哎呀，这是我爸找的呀。就是你干嘛？这个、是我妈。你确定？对啊，我妈妈。所以是你爸找我妈，然后当吴宇爸爸的主治医生。对呀、啊。然后吴宇担心我妈妈突然离开，他就不跟你说好。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也想，就是麻烦你能不能跟你妈妈说一下，我知道你会很为难你妈的关系，但是我希望你能理解。哎，干嘛去啊？我找小爸爸去啊。啊，行行行。Tomorrow。这是这题干嘛？你遇到了吗？他在里面。啊。干嘛呀？哎，你我给你办这事情怎么样了？哦，说了，他说我爸爸事情不用担心。真的呀、啊，刘伟，哇，真的有你的呀！我先去找碧罗，等会儿不是，疼，不是你干嘛？不是，疼，不是疼，干嘛呢？打屁股！你打他屁股！疯了吗？我他妈，你不是，我真的，哎，你别。怎么样？手机给我，找我碧罗去。哎呀，碧罗，你怎么一直不接我电话呀、啊？怎么又过来了？不是我过来跟你讲呀，你爸那边不用担心了，你知道吧？不用担心了，你爸肯定知道你又来找我了。我爸的主治医生今天一直都联系不到，你知不知道啊？不是，怎么会啊？啊？怎么会？哎，你等一下，我跟你讲嘛。事情是这样的，昨天我还没来得及告诉碧罗我解决了他爸爸的主治医生随时可能被调走的问题，他就很着急地赶去了医院。哎呀，碧罗，不是啊，我想跟你说个事情。曹教授呢？曹教授，哦，哎，我正找曹教授，找他有事儿，是接。你说，就是以后不管谁来呢，我有事儿啊，我先走了。我不是，比如啊，问清楚了吗你？那你还凶我吗？哎，走吧，看一下叔叔去。我爸还在 ICU， 现在进不去。不，那我们回家吧啊。找到了吗，比如？嗯。我早上明明床在那。啊。我去医院找我妈呢。那你去吧。你干嘛呀？我开门呀，我干嘛？你怎么会我家钥匙？不是昨天我拿你的钥匙，我就配了的呀。你这么聪明的，对啊，我还配了很多把呀。嗯、干嘛呀？是吧？我聪明吗？我也觉得我，哎，你干嘛？我还以为你今天做好事呢，没想到你居然这样。
不想看到你。我，米罗，哎。教你们在女朋友生气时陪吃饭的正确姿势。爷爷，我想回去了，我也不想吃了。怎么了？是不是聊得多吗？你别往我身上扯，行不行？是我让你带爱豆的，你带的什么东西吗？啊？来来来，你看你看，来来来来来，干嘛？你觉得配吗？你配吗？不是，这气质不是挺配合我的吗？就不应该吃。不是，比如，不是你让我，你不想见到我才带的这个吗？我们点菜吃行不行？比如那你最爱吃的，不用谢啊，我看着碧罗吃就行了呀，对吧？你把它摘下来一起吃吧。啊，好好好。哎，碧罗，我看你脸色好差呀，是不是最近没休息好呀？我给你买点燕窝补补吧。哈，不用了，我不配。哎呀，相较于燕窝来说，你的健康气色更重要，对不对？我打个电话安排一下就行了吗？不用这么麻烦，是不是要随时下单啊？啊，不是还要等一会儿吗？那我不能让碧罗等这么久啊，对不对？不是啊，天猫双十一现在一号就能下单了。是呢，点点评论还有更多呢。不过我还给你买了很多好吃的。嗯，真的呀？你都买什么了？什么无糖燕麦啊，无糖燕麦全麦面包。来来来，这是来干嘛？你对我可真好呢。这些都是减肥套餐，你要乖乖听话，好好减肥啊。知道了。你可以给他也安排一个。啊，他都胖成这样了，你该减肥。碧罗，你干嘛啊？大早上的。不是，我上个厕所，我肚子疼。知道了。哎呀，我很快很快很快。我上头都往呀往右。不臭，真的。真不错，不是你，你闻吧。你妈妈你妈妈妈妈最后碧罗还是顶着压力去了厕所，我在等他的时候正好刷到了这个如何零成本提高女友的幸福感。我觉得非常适合现在我和碧罗的情况，所以我准备试试。你干嘛呀？我看你还活的吗？我自己闻不到。那是你说的呀。对呀、啊、你不是要迟到了吗？要不都说你要跟李云一样直播、啊、你干嘛去直播啊？这是我的工作呀。你快一点，你别涂了啊，你看还有几分钟啊？你看你袜子都没穿。都怪你，怪我，玩电梯去了。电梯到了，钥匙拔不出来了，快点嘛，钥匙拔不出来，迟到了都。你提着我的包干什么？不是，哎，干嘛呀？我看你，我怕你丢三落四，忘了。我今天不背那个。听过。哥碰见。你爱不爱？你爱不爱我？我问过你要不要？你要不要我？论女生的脑回路有多奇葩。干嘛呀？给你送这个的来的，干嘛呀？你这个表情不喜欢？哇，好喜欢呀！你好假呀你！你不喜欢你就说嘛。没有，我很喜欢，谢谢你。我，你怎么谈这么久都不知道喜欢什么呀？他又没说过，是吧？这个钢板直男。你到底喜欢啥嘛，比如？你居然不知道我喜欢什么？我问你两个最简单的，我喜欢吃什么？喜欢什么颜色？我不知道，你没说过吗？为什么要我说你才知道啊？不是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呀？我不说你应该去观察去发现呀、啊。不是，那不就相当于我去猜你们女生的心思？我猜不对，你又说我们不懂你，对不对？真正的懂不需要说。什么呀？你说了我不就懂了吗？对不对？说出来还有什么意思？不是，我又不是算命的，你不说出来我怎么知道你几个意思呀、啊？你现在觉得我没意思了是不是？你是不是无理取闹？我是说的这个意思吗？啊？那我告诉你。我喜欢土豆，喜欢红烧肉。啊，对嘛，你现在说了我就知道你喜欢土豆，我喜欢红烧肉，对不对？那你知道我的吗？我没说我喜欢什么颜色。那你说啊，我喜欢什么吃什么。十。我喜欢吃什么你快说，你是不是不知道？冰汤圆。啊，算你答对一个。那我喜欢什么颜色呢？你喜欢是不是不知道？你看嘛，这就是不知道。黄色。你好像说对了。妈呀，我没说错，本来就是。是没说错啊，所以说得奖励你一下嘛。我也喜欢黄色呀。关灯。哎，前女友偷吃被我当场抓住。那吃点东西嘛，你今天不要，我要减肥。
你今天都没有吃什么东西，就吃了一个小紫薯，我真担心你身体。我不要，我今天喝了奶昔的。快点啊！行，我还就不信了呢。我给你点了个蛋糕。不吃。哎，你吞口水了，无糖的。真的呀？真的是无糖的呀？对呀，打开打开。哎，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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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去啊，碧罗？哎，走开，熏到我了！赶快把人给你收拾掉。我还就不信了。我走了，你别吃我蛋糕，听到没？我不吃。Later。蓝静，蓝静。耶。SNS で相手を検索、予習は常に抜かりなく、友達チョイスは躊躇なく、キャラかぶりは絶対 NG！这个蛋糕是被狗啃的吗？刚刚多多来了，肯定是他。像不像？对啊，多多在公司。那也不是我吃的呀，本来就不是。哎呀，你吃的也没关系，本来就是跟他。我买了奶昔了，邻居还在场，我吃里面干什么？真的呀，不过你买这么多，你喝不完，到时候怎么办呀？你把嘴给我闭上！知道我夏天多大决心减肥吗？我所有的动力都来源于这个奶昔了。啊、哦！现在天猫双十一已经开卖了，满300减40。我直接买了5箱，嗯，给我评论还有优惠，我得用到极致。你知道我为什么笑吗？因为 你没有擦干净嘴。尴尬不？不是，我知道，不是，我知道。趁着丈母娘不在家，对女友为所欲为。乐信，啊？你在干嘛呀？我擦东西啊，我东西不是在我家，不会不要为所欲为啊？不是，我给你出来热牛奶，哎，洒地上了而已，你在想啥？哎，等你这么久就倒个牛奶呀？哎呀，怎么了嘛？等不及了呀？啊，那我们继续做。哎呀，你休息了，你肯定等会儿又不想了，好吧？你把那个枕头给我嘛，垫一下，垫一下可能会舒服一点。我骗你干嘛呀，老司机了。我没有，你拿给我嘛。好了，你上去嘛。我知道你累了，但是你一鼓作气把它做完不就好了吗？你刚才是不是想歪了？叶博，阿姨好久没看到他了，多久回来？嗯。哦，行吧。哎呀，现在你叔叔也好很多，就我爸那边还有问题。那到时候你饭给我煮上了呀？我煮上来我都差不多煮熟了。碧罗，你起来，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爸怎么才能不再反对了？你听我讲，你听我讲。哎，你说嘛。给他抱孙子，生米煮成熟饭。哎，你在想着什么？我没有说错吧？哎呀，碧罗，干嘛呀？啊？我要去洗澡。你去，哎呀，不用。哎，不不不，怎么了嘛？又，廖姐，嗯，你身上有味道。我，怎么会呀、啊？我没有。哎，不是，不用，真不用。哎，碧罗，干嘛呀、啊、你？我突然觉得我们这样不太好。什么意思啊？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就是世界上的96.5%都是海水资源，只有2.5%的淡水资源，所以。所以呢？所以我们要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不能浪费水。我想和你一起洗澡。滚啊，碧罗！哈、啊，一起嘛。你干啥呀？不是，我不是怕你洗澡出危险吗？我守着你。给我走开，不然我待会给你一脚。走开。哎呀，那我等你啊！嘿，等你啊，小碧罗。小阿姨，
吴越，你们两个在外头干啥子？阿姨，我是运动了热，所以说我就把裤子脱了。哦，对，他洗澡，你脱裤子，你们一起运动的吗？不是啊，不是，阿姨没有。演的，以为我不晓得你在想啥子吗？我都是恶过来的，演到演到都演出人命了。这犀利的用语属实惊到了我。哎喂，啊对对对，我开会是吧？好，我马上回来。那阿姨，我先去了。啊，电话是我的。哦、啊，阿姨，你看这么晚了，我就不打扰你们休息了啊。把饭吃了再走嘛。啊。啊。老姐，我还是要谢谢的。不是，阿姨，你谢我干嘛？不用谢。不用谢嘛，你爸是你爸，你是你。我。你看哈，吴越他老汉儿现在呀，病情也稳定了，而且又请了护工，慢慢让他养都行了。那叔叔好就行了嘛。那我们吃东西，阿姨，好香啊。哦，对了。啊，那个护工啊都不请了。不是，为什么呀，阿姨？他一个人照顾，我也不放心。不是，他帮你忙呀，我帮你。听我的。行吧。哎妈，你先让他吃点饭，快吃。啷个了嘛？我和廖姐聊聊天的嘛。不是，我没事没事，我和阿姨聊聊天挺好。阿姨，嗯，我先走了哈。哦、哎。哎呀，还是热的呢，别老干嘛？你偷什么呀？你是你，你啥不明白？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我知他风雨兼程，途经日暮无常。事情是这样的，碧罗闺蜜突然打电话说喜欢我，还好我反应快，没有让碧罗听见，然后又用第二天带她吃好吃的给糊弄过去了。交了车没有啊？我没有。让你非要来这么远的地方吃饭？什么呀，我带你吃好吃的，而且你下播都九点，现在都十一点了，怪我。你车撞坏了？我啊，对啊，我真的，不然的话我们就在车里面也可以啊，挺刺激的。你说什么呀？不是，别动粗。只有一间，哎，烦！你看嘛，找了这么多家，就只有一间，只有将就了。哦、你把包放干嘛呀你？好，我不动你行不行？你快去洗澡呀、啊！那我今天不想洗。干嘛？你平常不是很爱干净的吗？你怎么变了？这怎么洗嘛？这又不是我选的。哎呦，你快去嘛！我说了，我不偷看。干嘛呀？我要是信你啊，猪都会上树。耶，哎，你真的好生气！我说了我不偷看，我偷看我是狗。你干嘛？我看你洗澡啊。你不是不看吗？我是说我不偷看，我光明正大的看嘛，大不了我旺旺嘛。啊，比如睡在地下冷。冷啊。嗯。我就知道你会让我上来。我说让哥哥拿双被子过来，给我下去。我不，快点，给我下去。我就不，哎，你快下去。不下去。快点下去。哎呀，你别动，疼。哎呀，你忍一下嘛。啊？什么滚？什么东西啊？你硌到我了。哎呀，什么这种东西嘛？没有。不是，别乱摸。我应该是我手机吧？啥？我手机。哎，不是。你干嘛呢？我没那么，哎呀，不是碧罗，哎，等一下，我穿裤子，碧罗，等我一下，啊，咋了？要，帮我打给，老板，稍等，好，你稍等一下，什么情况？你们是啥子关系啊？啊，我和他正经情侣，他是我女朋友，对，哎、没金钱交易的。啊去！哦，没有，肯定没有，肯定没有，您放心。有没有违禁品之类的？不是，也没有，也没有，您放心。呀，这是我的身份证，您看一下。行，好，感谢您陪我。哎，好，您慢走。运气也太好了吧，真的。哎呀，我不睡了，你自己睡吧。干嘛呀？不是，碧罗，我都腿都下软了，不是，你还把我推出去？哎呀，啊、好，不是。吴越，
你不爱我你就直接说行不行啊？我想干嘛，我说我现在头疼，你上来陪我睡一会儿我就好了，你怎么就不愿意？滚啊你，我起家过来照顾你已经很不错了。哎呀，是谁昨天晚上把我叫出去，头疼，现在我感冒了。哎呀，你也知道烫啊。干完先把药喝了。哎呀，你过去，我不喝。哎，快点！除非你喂我，除非你喂我。快点！啊，你喂我。我喂你，我喂你。来啊啊！干嘛？你这是毒还是药？来，乔碧龙，你跟我讲。哎，你那冷一下。这么烫，这是现在感冒中就好苦啊！碧龙，你把你的小嘴巴凑过来，我亲一亲，舔一舔。给你两个。快点嘛、啊、你电话我妈坐那儿。哎妈，你女儿回来了。你还晓得用我那个妈呀啊？你们别这么大火气行不行？你少来，今天都快过去了，我好久没抱到孙子啊。你说我刚刚不是在努力吗？我跟你讲，今天要是抱不到孙子，你就等到去抱弟弟 啊。行，少说两个的，我给你写烧烤的，听见没得？好，听到了吗？我妈和我爸离婚了，在我很小的时候都。哇，妈妈好潮流。你先别管这个，你刚才听到我妈说什么了吗？她让我们抱孙子。怎么没有绿色？你跳这么近是要给我付款吗？你记得你今天是一天没有理我，你知道吧？喜欢十二是不是？是不是喜欢？我帮你啊！他今天有毛病、啊。你是不是喜欢十二啊？是啊，但是你摔我手机干嘛？你是不是有病啊？对我这么好，你是不是有病啊？对我这么好，喜欢吗？喜欢。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绿色？哎呦，我怎么知道你喜欢绿色？你以为晚上起那么多次，真的是肾虚去上厕所啊？我去看你手机去了。谢谢你。哎呦，谢谢你。你说谢谢是不是应该来点实际的呀，比如。嗯。应该来点实际的嘛，对不对？你说这么多次了，我送了那么多东西，你干嘛？你干嘛？不，我手锤子门，把手机给我，我换个卡槽。啊？快点。搞定。你怎么也买了一遍，还把卡槽换了干什么？不懂哈。现在我换了卡槽，就相当于交换了信用。你，对不起，真就到了第一天就坏了呗？啊，快做清洁，快点去，快去！你坐下的，你去做。去不去？快点去！你去不去？快点去！你快去！我不去，凭什么？你摔的，你去。那我手机不给你，拜拜。哎呀，手机自己过来啊。